今日，气质女星宋敏晴出席春夏新装发表会，她首次与太阳的后裔造型团队指定品牌合作，以蕾丝细节的剪裁打造出相当有女人味的服装。因为我这次也有联名的一些衣服，然后就是尝试到衣服设计的部分。那我平常也其实很喜欢比较 lady 一点的风格，然后就是可能比较 A line 的裙子啊，飘飘的那些衣服啊，衬衫啊，我都还蛮喜欢的。所以可能 maybe 有时候就是大家觉得，哎，你穿得很韩系这样子，那我就是韩国人呐、啊。可是我后来发现，哎，好像韩国人比较爱穿的，可能就比较 lady 一点的东西比较多，所以可能是有这样的印象这样子。两套衣服，然后也有一些这次有新设计了包包。那我刚刚就是 model 走秀的时候有拿了一些小包包，那个是我设计的联名的包包。这次她升格当老板娘，借由网络平台打造属于自己的购物网站，也让台湾的粉丝可以更快获得第一手的韩国时尚流行资讯。 ETV 新闻网采访报道。